晚上好，我是就是见到谁都怕的一个人，现在是见到谁都打的一个人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记得他了吗？你们不记得他了吧？冲冲赞啊，家人们，现在赞赞太吵了，家人们，我们护花大队的进来的可不敢这样子呀，对不对，思明呀？他们都不愿意点赞怎么办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，让他们给你点赞？进来呀，赶紧进来呀！现在就剩咱们三个了。就剩咱们三个了，咱们不把业绩做上去，这老板不愿意啊，怎么办？把他们办了是不是？我干脆关键是我不敢办呀，咱那个球兄弟们点点赞呀，对呀，业绩完不成了呀，对呀，那老板得开我们工资的呀，啊、然后不行的话就把我们开了呀，真的是，对不对？你俩干嘛呢？哎，没，干嘛？谦虚一下。啊，谦让一下，这个得交给豆芽师妹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，师傅？你为什么不敢在我的直播间？我就想问问你。没有不敢。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子明来我直播间打臭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你就不敢来我。啊，害怕是吧？长得丑，身材差，容易被谎言蒙蔽，素质不行，体格还不咋地，师傅。可以的，他们又不知道你体格不行，你就装一下呗。是不是你就装一下呗？嗯，现在花姐今天衣服好看，真的假的？我这纹身有点。主要是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对，我穿什么都好看。你看子明都说了，我长得好不好看？最主要的就是人好看，所以说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听到没有？对，下面他们有的人把我拍的真的，那个旁边的话我都想踹他了，真的，把我拍的真的太丑了。以后这种粗活交给我了就行了，师傅。行。啊，给我个眼神，我就上去。滚蛋！我就，师傅，你不拉着我？去！子明，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吧，子明，好不好？来首歌，因为我今天状态也不太好。对，你帮我来一首歌。行行，师傅，你说我就来。你唱，豆芽跳。行。好，干就完了。干干，来吧。那么来一首我新学的歌吧，好不好？火辣辣的老妹。不是那首。我以为又火辣辣了，不是很嗨的那个。刚才不勉强不挽留啊啊，可以不，是吧？可以，来一首不勉强不挽留送给家人们。可以，没回头啊，对，没回头，就让他走吧，让他走吧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回来，你别走，你回来，回来。来，兄弟们。来，家人们，冲冲账，冲账账，冲到100万！想说了再见，已没了权限，在你离开的那天，没能好好的再看一遍曾挚爱的你的双眼，崩溃的边缘，好听吗？你自己好演的相劝，能不能不要再犯贱？我们已是过往云烟。感谢我远方哥，太平古曾经以为不会放开的手，谢我太平古城。到现在的一无所有，我没有挽留，也没有回头。曾经以为不会放开的手，到现在的一无所有，我没有挽留，你也没有回头。点点赞，兄弟们！嘿，嘿！顺便跳舞好看吗，兄弟们？我的天哪！上直，我鼻孔塞上。流鼻血了吗？赶紧拿个纸巾，拿个纸巾。想说了再见，已没了从前，在你离开的那天，没能好好的再看一眼曾挚爱的你的双眼，崩溃的边缘，对自己好言的相劝，能不能不要再犯贱？我们已是过往云烟，
曾经以为不会放开的手，在厦门民风要不要来，我没有挽留，你也没有回头，曾经以为不会放开的手，到现在的一无所有，我没有挽留，你也没有回头，曾经以为不会放开的手，到现在的一无所有，我没有挽留，你也没有回头，你走吧，不要你了，曾经以为不会放开的手，到现在的一无所有，我没有挽留，你也没有回头，我没有挽留，你也没有回头。师傅，师傅，干嘛？转个头嘛。不想回头，我再也不想回头。啊，这那个子明优秀，对你们搜索一下子明啊，搜索一下子明，子斌直播在我直播间，他就是完全放不开的啊，完全放不开的。然后你们可以没事看一下子明直播，能让你看得不想走，真的。如果有一天我要有时间的话，我或者我退网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绝对是子明的大姐，你信不信？跟你讲。当有一天我退网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不做的时候，不玩这个互联网的时候，我就当子明的大姐，我让他天天捧着我，天天哄我开心。哎，配合一下，毛蛋，你干嘛睡着了？啊，感谢卡丁啊，谢谢卡丁啊，谢我远方哥啊，谢我远方哥，这个点赞不行呀，点赞不行呀，怎么办呀，家人们？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呀，我这面子虽然不值什么钱，能不能给我点到200万钱呀，这么大的网红，对不对，这么大的万，是不是，我就站在这里大家都不给我点赞吗，我不配让你们给我点赞吗，给我点点赞吧，家人们，给我点点赞吧，我只需要600张人气票，家人们，给我点点赞好不好，家人们，跟着音乐的节奏来，我们点点赞赞，我老王哥来了吗？来，叫他们冲冲！老王哥，老王哥来了吗？我老王哥，我王哥，呼叫我王哥，不是呼叫他王哥，他在里面，他在，在，呼叫他不就出现了吗？酸菜，我王哥，酸菜你在不在？在。孙三，我给你跳个舞了，来个全身。哈，来了吧，嘿嘿。这个画面看以后，你看就不要拍，知道吧？因为照的人物太小。感谢我老王哥，别走开，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，我就知道你今天晚上会来。看好了呀，不要眨眼睛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哎呦！老王哥，老王哥，收到了吗？王哥，是肯定收到了呀。我在他心里，他能受不到吗？对不对，老王哥？来，然后我要唱首歌吧。谢我古城哥，太平古城哥，老朱，我要这么高吗？怀孕了，我操！真的是，阿姨，哦，那小豆芽上去，有一个人上去，朱老师啊，你抽的那个。
兄弟们啊，这个师傅的身体可能稍微有点不舒服啊，因为这个刚从飞机下来，没有休息好，也没有睡觉，兄弟们啊，啊，所以说今天呢，咱们就随意一点，兄弟们，玩得开心，玩得快乐，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啊，稍微等一下啊，怀孕了，有了，差不多，真的有，差不多，真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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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今天没有休息好，然后加上那个我的摄影师他抽的那个什么烟弹啊，可能接受不了。什么烟？什么烟？老旱烟。对对对对，那个味道的，离我远一点，靠近我，给我搞个风扇吹到我这边，然后他是那个烟味一靠近我就，有点想吐。老王哥。你花想你了，大王哥，我还能唱歌吗，家人们？哎，都怪我怀孕了，家们亮个灯牌哦，点亮一下，亮个灯牌点亮一下，家人们，来给我老王哥唱首歌，别开玩笑啊，别开玩笑，别开玩笑，行不行？挣钱不要命了，我这个刚从上海回来啊，我这今天一天我都没有休息，本来昨天跟我老王哥在一起吃饭吃得挺开心的，真的，结果他把我喝醉了，我今天就有点恶心。我给老王哥唱一首歌，此情永不变，此情在我心间，好不好？加盟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送给我隔壁老王，送给我亲爱的远方哥，送给我所有护花大队的朋友们，点点赞。种在了我心底最好的时光里，刻下最美的痕迹，躲过流言蜚语，走出坎坷的风雨，这份情却变成回忆。老王哥，你子明也不上来感谢一下，你老王哥给你刷多少礼物？
你真是的，你不够，你眼里没有活，你心里没点数啊啊，子民。这你看到老王哥了，你不一。不，我不得排在后边吗，师傅？是不是？赶紧的，谢我王哥！哎呀，语重心长，还没整起来，谢我王哥，江湖最高礼，感谢我王哥。谢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要跟大哥玩起来，懂不懂？我这直播间今天晚上确实没有气氛，因为我状态不太好。对，我状态不太好，你帮我整就完事了。今天就交给你了。那个，是我好像身上来了。来啥了呀？我可能也不在状态。没有，今天。反正姑娘来了，他也听不懂。对，老王哥你啊，谁呀？哇 Hello? 哇，这不是我女神吗？好久不见！哎呀，你才是我的女神呀！好久不见，晚上好，花姐。晚上好，你的工，你现在是在家里播，在哪播呀？我现在在成都啊、没在家啊、在成都这边公司这边了。挺好，挺好，方便玩一把吗？行，没问题。我这休息了都有这么长时间，应该算今天第一天打 PK 哦。啊、真的？那你火力应该挺猛的，我打不过你。我不一定哦，我没准啊，这一局我也没准啊，才一局，行，好，来，好，那我这个屏有点卡，可能啊、可能看不着这个条，可以，来吧，能看见吗？毛蛋续一下麦、它是连线吧？嗯，对，你连，就直接这样吗？我这边发起，哦，好。越来越漂亮了，真是的，今天晚上肯定要被他打死，好，开始了。好嘞，开始了吗？开始，我肯定要被你打死，轻点哦，宝贝。我感觉我要被你打死，你要轻点下手啊、哦。轻点哈。好。完了，怎么这么巧？今天第一次跟他打 PK， 而且他还是第一次弄是吧？第一次打 PK， 那我肯定打不过他呀。需要大家的助力了。来，家人们一起帮忙众筹，需要大家的助力了啊，家人们，轻点啊，有点疼啊，呀，对面这个家人们每600张人气票呀，丢一丢呀，伙计们，我跟你说哈，每个人600张啊，家人们，谢我王哥，能不能不要低调，给我上！来，家人们一起帮忙众筹，有票的一起帮忙众筹一下闪票。加班给我老王哥点关注，老王哥就这么定了啊！我知道，在我最难的时候，我最不好的时候，是你，是我远方哥，是我护花大队守着我。谢我王哥，谢我王哥，谢谢。家人们一起点赞啊！一起点赞，所有的宝贝们一起点赞啊！然后一会儿让子民跟豆芽给你们唱歌跳舞，好不好？感谢我金主哥，每个人可以打满600张，家人们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给花众筹一下啊！每个人600张的人气票，先把人气票给我丢出来，好不好？感谢我王哥，谢谢我金属哥，感谢我远方哥，感谢我金属哥，谢我平平淡淡大哥，谢谢有大哥，谢我忍哥，感谢我忍哥，谢谢。来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，送一送闪票，谢我立功哥，欢迎我立功哥，呀，我立功哥，谢我立功哥，我立功哥，你都不知道我去演出吗？我过两天回安徽了，你们来不来？来不来？对，我明后天看一下，要不要去北京出差？出完差回来，我就去安徽啦，去安徽常住啦。来，家人们一起帮忙众筹，有票的一起帮忙众筹，谢我王哥。然后这几天，王哥，你那边不是有东西吗？到时候给我一点呗，给护花大队送一点福利啊，可以吗？因为那天我送了福利，他们还要，然后我准备这个月再给他们搞一场那个专场，可以吗？到时候可不可以给我点东西啊？行不行？隔壁他损彩，他说能不能给我寄点什么面膜呀、面霜啊？豆芽上次。喂，豆芽，上次我给你用的那些东西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那个
得上次那个沐浴露我在楼下便利店看了啊，不是不是，年前的时候我给你拿的那面膜呀，好好吗？好，用完了没有？还有那个素颜霜啊，用完了没有？用完了，用完了。老王哥，你听到没有？用完了。我家豆芽说用完了，用完了，王哥。对，用完了，王哥怎么办？啊，王哥说没有问题是吧？啊，可以，那就没有问题啊。这个月的我安排一下，我让我的运营安排一下，家人们可以给花点个关注，留一个免费的关注，加一个免费的灯牌，然后在我直播间里升级，好不好？到时候给你们送U 盘，还有吉他，还有别的东西啊，还有别的东西。来，家人们一起帮忙众筹一下彩票，一起帮帮忙。感谢谢我远方哥，感谢我忍哥，谢我忍哥，谢我王哥，我忍哥，欢迎我忍哥啊，欢迎我忍哥，花大队的继续点赞啊，花大队的继续点赞，做一下任务，家人们，继续点赞，我过几天就户外了，家人们，谢我忍哥，给我忍哥点点关注，感谢我忍哥，谢谢，冲冲赞啊，花大队冲冲赞，给我忍哥点点关注，不要那么血条唱的不多，家人们一起帮忙给我点过去。血条唱的不多，家人们往上走一走，一起点赞啊！一起点赞，家人们。所有宝子们一起点赞啊！给你花点点赞，喜欢花的啊，左上角给花点个关注啊，留个免费的灯牌。谢谢大家啊！谢谢大家。家人们，水流差的不多，家人们后面还有没有哪位大哥？有没有帽子的大哥来个华子？有没有导导航？看一下，看一下我忍哥要不要点什么歌啊？或者跟家人们给我忍哥啊，给我忍哥那个关注安排一下啊！护花大队的啊，护花大队的给我忍哥关注一下，然后看我忍哥有没有点的什么歌。打不赢飞啊，我打不赢他呀，关键是他太厉害了呀，我也不拉票了呀，家人们，600张人气票，你们看着每个人现在有多少人众筹了呀？毛丹，现在有多少人助力了？现在已经还有一分钟就结束了。不管他多少结束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多少人助力？我问你什么打什么好不好？你是答非所问吗你？461。家人们往1000上面凑一凑，每个人可以600张，好不好？每个人可以600张，家人们，帮你花众筹一下，好不好？对面大哥太多了，我没有实力假掰。来，家人们，现在每个人帮忙打满600张的机票，现在打9点到10点打的，现在开始了。很多大哥吗？很多大哥吗？家人们，欢迎我雨涵哥啊！谢我雨涵哥。谢我雨涵哥，谢我静宝，谢我静宝的墨镜。这你们意思打不过了呗？打不过了呗，是吧？来，家人们一起帮忙众筹。家人们一起帮忙打满，能打满600张的，一起帮忙打满600张的机票。打不过了，那怎么办呀，家人们？我能不能拼拼命？我能不能？家人们还差7万的 PK 值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，还差7万的 PK 值，一起上一上彩票拿下奖牌。谢我老王哥的人气票，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给我老王哥点点关注，给我老王哥点点关注，给我忍哥点点关注，感谢我忍哥，感谢我远方哥，万水千山总是情，家人们来个华子行不行？哇，欢迎老王哥，老王哥哪家的？雪菲亚家的吗？我们家的，我老王哥，谁呀、啊？欢迎我老王哥，来家人们，一会儿打加成，谢我老王哥。我这谁呀、啊？来新大哥了。前两天就在那个苏珊小豆芽直播间了，是吗？啊、哦，他也跟我讲话啊。认识我，看来是谁的小号呀？是我们家的大哥。呀妈呀！
来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。家人们，感谢一下，感谢一下，新大哥，狼王，狼王这个名字好熟悉啊！狼王这个名字好熟悉啊！来，家人们 PK 掉成中，家人们一起送一送彩票，家人们把所有小礼物全部换成人气票垒出来，加成了，家人们过一下加成，当人气票，家人们加成中不要浪费了，家人们。一个华子算两个华子的票，家的们一起上！感谢我忍哥，谢我忍哥，咱们雪条压一压，雪条压一压，家的们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能赢。PK 加成中，一起上一上！谢我立功哥，感谢我远方哥，谢我忍哥。我去，这不打 PK 真没票呀，这一打 PK 全是票呀！家的们 PK 加成中送礼物三倍的，给我捞！来，家人们一起众筹，不要被对面偷了，家人们。谢谢谢谢。毛那个毛蛋，那个豆芽，我水给我喝一口。感谢沉默，就是谢谢沉默哥，帽子捡起来。家人们，我们把小礼物全部兑换成人气票丢出来，谢我王哥，感谢我王哥，感谢我老王哥的嘉年华。哇，家人们给我捞他一起众筹。全部所有大哥一起上，给我捞他！还有最后二十秒，不要打第三了，有延迟。他们家肯定偷。现在可以上了，不要被对面偷了，家人们，一起帮帮忙，上一上！感谢我老王哥，谢我老王哥，感谢我老王哥。家人们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家人们，你们说什么呢？这不是逗笑呢吗？咋还不能赢了呢？咋还不能赢了呢？怎么样？大哥，哎，大哥，哎，举起酒杯在此刻。谢大哥。如果是和你还有兄弟我。大哥，喝茶。你们不是说我不能赢的吗？你们不是说我不能赢的吗？瞧不起谁呢？瞧不起谁呢？来开麦吧，开麦吧，开玩笑啊，开玩笑，其实是娱乐局，但是你们不要看不起我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，对不对？不闹了啊，不闹了，再次感谢兄弟姐妹们，谢谢大家破费了。感谢我老王哥，谢谢我王哥，谢谢我仙户哥，感谢我忍哥。好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。谢我立功哥，亚军已经不错了。是的呗，谢谢无名哥，谢谢用户哥，谢谢大家。可以听到我说话了吗？啊，我开麦了。哎，啊 ，Hello。哎呀，你也太狠了、啊，我没有任何准备的。我们就随便打，又不是约仗。等以后的话，有机会的话，咱就都准备一点点，咱来一个大型的。你想跟我来个大型的吗？我吹呢。如果想跟我来大型的，我们就打狠一点。你输了来我这，我输了我去你那。真的？真的。哪里？厦门。厦门，哎，成都和厦门离着远不？不远。不远，可以呀、啊。等有时间，不用说输与赢，我去玩一圈嘛。就是、对呀、啊，你来玩一圈呗。厦门是个好地方。是啊，我还没去过呢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来没有机会，我要去走一走，玩一玩。嗯，你户外，我好像没有看过你户外。我没有，我现在不弄舞台吗？把舞台弄好了之后，我就把这些东西就可以挪到户外了。因为户外我没研究过，不太懂。嗯、哦。他们好多人要跟我讲说，户外的话可以就是还是有帮助的嘛。肯定的呀，户外的话他等有机会的，兄弟们等有机会的好不好？有机会我真的跟菲儿打一把，然后我看一下能不能把他迎来厦门。什么？厦门、啊、那里的这个哦，对对，是厦门的一个、okay. 非常出名的一个海边旅游景点。我看我们家兄弟们应该是那里的比较多，一直在这打我在哪啊、行 OK 啊，行的，那咱俩唱个歌呗。好、啊、你先唱。行，环姐，还那我先唱、嗯、那我来一个。厦门哪里？厦门我在思明区，我在岛内。仁哥，
我有点路痴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等我再他那个厦门跟厦门是个小岛，很小，然后他有一个桥，一个桥外面就是岛外，然后一个岛内，我在岛内，对。哦，嗯，好的，那我知道了。你下次来，我当你的导游。啊，他们说，他们怎么说不让说，不让说什么 PK 什么意思？我咋不懂呢？什么玩意儿？不能说吗？这两个字？嗯，不知道呀，私聊吧，私聊吧。嗯，好，来吧。行，来吧，那来一首歌送给大家，欢快一点的哦。好。那一天爷爷领我去把惊喜看，谢谢宝贝。看见那舞台上面好多大花脸，红白黄绿蓝一些有的绿，一边唱一边喊，花呀呀呀，好像炸雷，叽叽喳喳真响在耳边。蓝脸的豆儿官盗御马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黄脸的典韦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叫喳喳。好听，好听，我又来一段吧。可以来一段，来一段，好好好，来一段，我去，可以优秀啊！家人们给菲儿点点关注啊，给菲儿点点关注。兄弟们，给我们的花姐点点关注。那我唱一首你唱火的歌吧，大不了。好嘞，哎呀，我贼喜欢这首歌。好吧，毛丹，哪有大不了？本来这首歌挺火的，不是我唱火，本来就很好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首歌确实是菲儿唱火的，大家都知道的啊，没有毛病啊。哎呀，特别好听啊！谢谢。你们喜欢菲儿的给菲儿点点关注啊，有机会我跟菲儿一起同台给大家表演啊。好嘞，一首大不了送给大家。情难了，我说服自己还是难忘记温暖的往昔，这样让我接受分离，说你不得已，只是骗自己而已。大不了就再原谅彼此，大不了就我自己难过，大不了我一个人兄弟姐妹们，完了把我们的花姐的关注也点一点。行，那我们有机会再玩呗，菲儿。好嘞，好，有机会的啊。好嘞，拜拜，花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明天见啊，拜拜。哎呀，原唱就是不一样，太有感觉了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谢谢啊，谢谢我老王哥啊，谢谢我远方哥，也谢谢我立功哥，谢谢我忍哥啊，谢谢我忍哥，我把它唱完吧，刚好榜一大哥也比较喜欢听，好不好？榜一大哥也喜欢听，我把它唱完好不好？家们喜欢花姐的给花点点关注啊。怎么讲？重新放过吗？哎，我拉到中间还行。嗯。谢谢啊，谢谢你。
那往昔为何会这样，让我坚守锋利，说你不得已，只是骗自己而已，大不了就再原谅一次，大不了就我自己难过，大不了我一个人生活，大不了没什么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怎么拍的呢？打我要打死你们，不好意思啊，曝光了。然后这入戏的时候你们干嘛呢？你们花姐挺有料的。哎呀，看破不要说破好不好，换一个话题，花姐美不美？花姐就美。来叫他们丢一丢人气票。花姐美不美？你们这些小人，真的你们这些坏人。花姐美不美你们说了算。没啥大不了的，看到就看到嘛，你不是没有是不是？大不了吗？有料有料，真有料，还可以。加盟点赞啊，继续点赞啊，加他们冲一冲人气票，继续点赞啊。花痴你个不要，花痴花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？哎呦你妈，马蛋那个怎么样，唱首歌我下去、哎、我下去一下，这些有点过分了，直播间一万六的人给我炸唱了两万人，唱不到我就不管了啊，唱来一首九十九步退一步送给大家，炸吧，家们可以搜一下咱们家的子民啊，谢谢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有别人啊，都是两个小徒弟啊，就该成熟的都出去晃了，现在是两个不成熟的跟着我，你们赶紧走去，出去赶紧出去晃吧好不好，你们给咱家的子民点点关注啊，今天破一万啊，来了兄弟们点点赞啊、哦、来叫他们冲冲人气票，助力人数啊，一天人冲一冲，现在我们的地板就是就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，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，来合起来，我能走加盟点赞，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，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，来师妹做了个分析，维持现状不会有结局，一路为你撑
谢谢咱们家的立功哥。已经准人真理，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。我谢我天哥。及时止损是我的专辑，我能走就是就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，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。你们搜索一下子明啊，给子明点点关注。我能走就是就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，感情落个针和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。豆芽天天就这样的，豆芽就会这个动作。为这段情我已经全力，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。我挺哥你哪去了，挺哥好久不见呀。及时止损是我的专辑。爸，我的 U 盘呢，在我这呢，要不要？我能走就是就不去，要不要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谢谢挺哥。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。 Come on。 我能走就是就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，一颗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。我能走就是就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，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。我能走就是就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，心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。是啊，呀，我也不会跳舞，我只会这样跳。怎么跳好看是吗？我不会跳舞，感谢家人们搜索一下咱们家的子明啊，给子明点点关注，还有咱们家的小豆芽啊，你们都特别喜欢的两个小师弟跟小师妹啊，两个最小的，对，两个最小的啊，然后这两个还真的比较有才啊，比较有才啊，你们可以给他点点关注啊啊，我挺哥怎么说？我挺哥，思明哥你要 U 盘 ，U 盘在我这呢，要不要？我给你收着啊，我给你收着，等你来厦门的时候我给你啊。欢迎我流金岁月大哥，欢迎我梦想哥，欢迎我挺哥，挺哥好久没来了，挺哥，谢我紫气东来大哥，谢我紫气东来大哥，可以了，老朱你去那边，我一会儿又要吐了，老朱，去那边，去那边，去那边休息，休息一下，那个烟味，烟味。花姐，我过几天去厦门看我，不要来厦门看我了，我过几天我回安徽了，你们不知道我在安徽吗？我过几天回安徽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家人们，我大概是十，鹏哥，我们是十几号，我们是应该是十九号回去，然后21号，21号开始，21号开始户外是吧？对，我要在滁州。我要在滁州全椒凤阳，我要待半个月左右啊，我要待半个月左右。然后我5月2号是在贵州的六盘水，然后22号是在合肥颁奖啊，颁奖。对，我在安徽老家，我这个月回安徽老家户外，对。然后你们到时候可以来户外看我呀，可以来户外看我。我在全椒、滁州、凤阳三个地方啊，三个地方。然后到时候你们都可以过来啊，都可以过来。合肥全椒欢迎你，有没有全椒的朋友？有没有滁州的朋友？有没有滁州的朋友？我要跟大家聊会天哈，我大家聊会天，
大家听我唱歌也都听腻了啊。我就其实我在直播间里播我也播不太好啊，播不太好。其实我在家里播呀，聊聊天呀，吹吹牛呀，挺好的。合肥哪里？合肥我是去颁奖呢啊，去颁奖呢，在一个室内啊，可能你们见不到我，可能你们见不到我。挺哥说最近比较忙，有时间就来看你。挺哥，你忙你的，你好好忙，多赚点钱啊，过年来给我上华字，听到没有？好不好？没毛病，好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的啊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我从来就是大家有时间就过来捧个场啊，没有时间的话，咱们就是该忙自己的事情，还得忙自己的事情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自己也要生活，我们也要顾家嘛，对吧？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一个事业嘛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每个人啊都要去闯一闯，不要说频繁的在直播间里面为你服务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大家也不欠你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挺哥，你别这么客气。谢我挺哥，我挺哥，你这么客气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脖子有点粗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不能把我脖子割掉吧，大哥啊，你这话整的真的。花姐优秀，花姐优秀，真的不用说啊，是你们让我这么优秀的。老大浩北刚刚没过来，浩北找揍的，真的。谢谢啊，花姐鞋带掉了，有吗？没有啊，有吗？哎，鞋带掉了吗？谢我四弟哥，四弟哥，你那个 U 盘我给你收着啊。我鞋带没掉，没掉，没有掉啊，没有掉。我最近瘦了好多呀，我现在80多斤啊，我的。花姐，我爱你，真的假的？我还没有对象呢，你可不敢说这话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赖上你了啊！谢我挺哥，感谢我挺哥。明光来吗？明光没有，没有。家人们，我去的三个地方，一个全椒，一个滁州，还有一个凤阳。到时候啊，第一场在哪里？第二场在哪里？还有第三场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还有具体是几号？我会到时候通知大家，好不好？会通知大家。还有大家可以给花姐点个关注，没事在我直播间里升升级呀。到时候我给你们送福利呀。上次你们送，就是上次我给你们送的福利，你们都收到了没有？收到了没有？收到的话，家人们，你们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都用上了没有？好用吗？好用吗？都是我自己挑的东西啊！感谢我，感谢我远方哥爷爷，我挺哥，挺哥，你给你花一个面子吧，行不行？你点首歌，行不行？你不点也得点，点也得点，好不好？给我一个面子。点就完了，点就完了，好不好？给我一个必须安排，给我一个面子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我们冲一冲人气票，助力人数往1000人冲一冲。对对对，给我一个面子，好不好？手表戴上了。曾经收到了是吧，家人？我们的小星星小礼物全部兑换成人气票。咋没有青岛群星演唱会？家们可能群星演唱会人员满了呗。他说下一届邀请花姐，下一届邀请花姐，这一届人员已满，这一届人员已满。谢我流浪人啊，谢我流浪哥。谢我阳光哥，谢我阳光哥，挺哥，人生不过三杯酒，来吧，安排，安排啊！欢迎我叮当哥，哎，叮当哥好像是厦门的是吧？感谢我人生就是啊，谢谢我人生哥，人生不过三杯酒，送给我好久不见的挺哥，祝我挺哥的事业一帆风顺啊，多赚 money。喂，加码点点赞，加上我们冲一冲人气票，把小星星换成人气票。人生不过三杯酒，醉完还有路要走。
是你哥。谢谢我吴缺哥，谢谢，好久不见吴缺哥，谢谢，感谢大家来到花的直播间捧场，谢谢你们。对，你们要听什么歌你们都可以点歌，都可以点歌。然后今天的麦有没有好一点？我今天的麦有没有好一点？你们听一下有没有好一点啊？我们的子民在，看一下啊，我们家子民最搞笑的子民啊，最搞笑的子民，最搞笑的徒弟，在小豆芽在十九啊，榜十九。然后我们家的子民哪去了？子民哪去了？又丢了。子民哪去了？子民，子民，你知道你丫姐怎么起来的吗？不知道。都是你挺哥挺起来的。挺哥挺起来的。对。难怪叫挺哥。对。知道吧，所以说你没事呀。我有点靠后，是我的二十四。你师傅家大哥你都得认识一下。对对对。来了你就得欢迎一下。是吧，等你师傅。下回我拿个快板来，师傅。那。我给我罗带来。对。我哐哐敲。你师傅不直播的时候大哥都会去你家，知道吧。好好好。所以说呢你看着点啊。好嘞师傅。不能让大哥都跑了啊。好嘞。欢迎我 K 哥啊，感谢我榜四 K 哥。谢我四弟哥。感谢我四弟哥。K 哥你要不要点歌呀 ,K 哥。K 哥。K 哥你要不要点歌？我想唱一首那个，想唱一首那个什么歌来着，啊，一半疯了一半醉了，送给大家，送给我 K 哥以及我挺哥。我挺哥你今天陪我吧，我一会儿十点钟就下播了，因为我好多天没播了啊，因为我好多天没播了，我好多天没播了，我就播到两个小时，因为我昨天从上海回来演出，演出都没有休息，比较累，行不行？最远的你是吧？可以啊，你们点歌吧，点歌吧，好不好？谢谢我子明，我子明在送人气票啊，你们给子明破个一万的粉丝吧，子明现在九万多少？九万多少？九万九万几？九万三吗？九万几？子明，那个子明现在九万九了。九万九了啊，马上破十万啊，九千几啊。大鹏你是跟我唱反调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没有？我看错了，我弄你行不行？爱的迷魂汤来上海也输。你是上海的吗？四弟哥你是上海的吗？行，我苏三，感谢我苏三。谢谢阳光哥，感谢阳光哥。没有，我找个人玩一把，找个人玩一把。幸福宇宙哥都来了，你们都来送灯牌了是吧？亮灯牌了是不是？花姐，哎，好久不见，
好久不见，打一把呀。打啥呀？才艺局呀，也不能打别的。总榜吗？啊，能打个榜十、榜一百、榜二百啥的不？打不了啊。榜五呀，人气票呀，可以啊。人气票可以啊，人气票吧。那行啊，咱俩打把人气票呗，姐。啊，人气票总榜加榜五，行不行？人气票总榜加榜五，接了。可以。然后我们最后的惩罚，动起唱一首歌。加个唱首歌。对。OK。OK， 就这么定了，来吧。看我花姐给天珠挂手上了，好看吗？不挂脖上的吗？脖子上也有，没挂啊，没挂啊，脖子上也有。我倒不知道，我有点土逼了，这都不太知道。那行，那来吧，那咱俩十分钟呗。可以，来吧。我跟某个异样打一把，好久没跟异样玩了啊。蹲起唱一首歌啊。正好是五分钟，来，我重开一下啊。啊，重开一下。你接一下这个。好。就这个吧，正好这没有上线，来吧，闭麦吧，姐。嗯。好嘞，榜五，榜五，人气票，人气票，家人们，人气票，榜五，每个人先来一个飞机，我打一把啊！感谢我四弟哥，四弟哥，我安徽的时候你来吧，你来，我把我那个专辑我亲手交给你，自打能进了，对不对？这花要有诚意，是不是？我要亲手交给你啊！好，来，家人们丢一丢人气票，家人们能帮忙打满六百张的打满六百张，能打满六百张打满六百张啊！家人们每个人来一个飞机，飞机啊，飞机！阳光下的南海哥，谢我南海哥，家人们给南海点点关注，感谢我二少爷，谢谢我平平淡淡哥。来，家人们一起帮忙玩，打满六百张，能帮忙打满六百张的打满六百张。就是那个，一千人走一走。我姐，我姐，我姐。我姐了。家人们打一打助力人数，家人们助力人数完一千人走一走。我姐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，我姐。谢我大姐，我就知道你跟我生气就那两天，我知道你生气就那两天，我知道谁？大队长。哪个大队长？我们家的大队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来，家人们全部感谢一下，来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。助力一下的气票，谢我姐，感谢我姐。咋这么丑了呢？我丑吗？我丑吗？谢我远方哥，感谢我远方哥。今天晚上咋都来了呢？都来了。这一把打人气榜，还有那个人气票。总榜，我老大今天没来，我小哥今天没来，对吧？欢迎大队长。还有没有哪位大哥来走一辆飞机？榜五人气票，还有加总票，家人们一起帮帮忙！谢我杰哥，感谢我杰哥，来一起前榜五的全面一起帮忙众筹，家人们欢迎一下大队长，前榜五的一起帮忙众筹一下，前榜五的每个人要一个飞机，每个人要一个飞机，欢迎我。哇哇欢迎我人格如镜大哥，我人格如镜榜五啊，每个人众筹一下人气票，我们现在在打人气票，现在榜五是我杰哥，杰哥来走一个火箭，杰哥杰哥哥，我杰哥走一个火箭，他们对面榜五已经三万分了，叫的嘛，我们现在还才5000多分，我一起帮忙众筹，前帮我一起帮帮忙众筹一下闪票，绝果果，家人们人气票我们往一千人，感谢我杰哥，家人们给我感谢我杰哥啊，到时候我让我杰哥给你们送点福利啊，杰哥能不能给我寄点，谢谢我杰哥
寄点什么铁观音啊，什么给护花大队送点福利，可不可以啊？现在帮我是我师弟哥，师弟哥一起帮帮忙众筹。是我师弟哥，师弟哥补刀，对面房屋已经3万票了。我今天调麦了啊，我今天调麦了，你们能不能听一下？不要拉票了，家人们。现在我们是打人气票，房屋加总票啊，家人们。最后的惩罚是蹲起唱歌，然后家人们，我给你们唱首歌，你们听一下有没有问题啊？今天这个麦调完之后啊，我这个嗓子我估计啊，怎么唱都唱不哑了，真的怎么唱都唱不哑了。家人们，助理人数往1000人冲一冲，你们听一下有没有比平时好听一点啊？那个，子明，帮你师傅录个屏。好嘞，师傅，帮我录个屏啊。来吧，我唱一首歌，来。爱你，给我一生伤。我丁丁哥今天没来，我小哥没来，我老大也没来，给我记着了啊，这几个大哥都没来。拿笔记下来，我试一下啊。爱你给我一身伤，我还要学着去原谅。谢谢我老王哥。梦醒时分，我眼含着泪光，妈妈喝下你给的砒霜。我师弟哥帮帮忙补补刀，家子们把小星星小礼物全部兑换成人气票丢出来，能帮忙打码600张了，帮忙打码600张。有些想你的也不够长，才没有等到你的回响。多情的人总是荒唐，说着自己都不信的谎，以为我们的爱不一样，现实却给了我一记耳光。痴心的酒最短人长，半杯寂寞越喝越凄凉。好听吗？爱你给我一身伤，我却只能一人扛，看破真相却看不破情网，这场残梦该怎么收场。小星星全部兑换成人气票。的爱不一样，现实却给了我一记耳光。痴心的酒最短人长，半杯寂寞越喝越凄凉。爱你给我一身伤，送给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家人们助力啊，助力人气票，感谢我人哥如今大哥，感谢我阳光哥，感谢我金哥，感谢我杰哥啊，感谢我杰哥，所有的家人们继续点赞，谢我姐。我以为你不要我了，但是我想着不能对不对？感谢我宇哲哥，谢我宇哲哥，我会听话的啊，姐。虽然我们不是亲生的，但是我视你如亲姐，不说好听话啊，都在心里啊。感谢我人生，谢我人生。等我忙完这阵子，我到你家
好好的睡两天，好不好，姐？就是的哥。我说，我今天就在想，我今天坐飞机上我就在想，等我哪天我忙完了，我就一头杀到我姐家，然后到我姐家，往被窝里一钻，然后我姐给我做好吃的，当一个吃饱的人。对。就好好的，我姐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管了，就到我姐家东被窝。我也去，我姐就给我做好吃的。家们丢一丢人机票啊，丢一丢人机票。今天都来了啊，感谢我乐哥，而且我乐哥，我还得天天直播呀，这不直播真不行啊，这段时间太忙了啊，感谢啊。我姐说话看到了。我姐给你一个飞吻。每当雪花纷纷飘落，谢我姐，最后十秒，有没有奇迹？望着天空，我苦苦追问。谢我阳光哥，谢我帮忙打满600张人气票，感谢我阳光哥，谢我阳光哥。好，家人们不要送别的礼物，只要人气票啊，这把打的是人气票。家人们如果有条件的，哎，我十三哥，好久不见。我十三哥人特别好啊。结束了，赢了，输了，他们对面秒了没有？为什么没有打完的呀？还有2分钟呀。结束了，投票结束，还有2分钟是挂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是已经到时间到了，还有就是说连麦的时间还有2分钟，2分钟过后要继续重新再连麦才能继续。家们，我现在已经输了吗？输了啊！我现在还在上海吗？不在了，我已经回来了。输了？我怎么可能会输呢？我输了吗？家们，意外，我不相信啊！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输了吗？真输了，输了那咱就做惩罚呗，开麦。输了正常啊，输给别人我都不会输，但是输给一阳我愿意。哎姐，别这样，谢姐，我愿意。我哪次赢过他你就说吧。我哪次赢过一阳？一阳你那个点一首歌吧。姐，你要我真想点，我刚才在你没完事那会儿我就想点，咱就别蹲起唱了，咱好好来一段就行。来一段最经典的，咱们来一段狂浪吧。狂浪啊、我知道这个歌你都快唱吐了，但是大家伙真爱听啊。可以来首狂浪。我来唱，徒弟来蹲啊，徒弟来。不用蹲啥蹲，不用蹲蹲蹲蹲蹲，必须蹲啊，来。来吧。来。嘿。哎，别蹲了姐，你就唱就行。没事。Check it out, my man. This is the music of a hip hop band. Stop. Check it out, my man. This is the music of a hip hop band. Stop. Check it out, my man. This is the music of a hip hop band. Stop. Check it out. 徒弟有对象吗？一首狂浪送给一阳家的家人们，感谢你们的祝福啊！这徒弟叫啥名啊？我徒弟叫小豆芽，花姐团队的小豆芽。你让他关注我一下呗，我互关他一下，关注一下微信啥的呗。关注了，他
他说他早就关注你了，你拿话筒呀。行行，你多大了今年？他十八。Hello， 易阳老师好。你好你好，别叫老师，叫杨哥，杨叫杨哥，杨哥好，杨杨叫杨杨就行，不用叫杨哥，叫杨杨，杨杨叫杨杨，对对对对对。对，那个然后是我们家小豆芽，然后来到我们团队已经好几个月了，然后是我最早的一个徒弟，然后是个舞蹈主播。真挺好，真挺好。对对对，然后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哦。平时我都不知道。是我团队里面长得最漂亮的一个徒弟。嗯，漂亮啊。好，那真挺好看，真好看。嗯，那行了，那我来一首，我来伴手吧，好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OK OK， 来伴手，不耽误姐时间啊。嗯，来。嗯，家人们们去对面送一波祝福啊，感谢易阳。OK。在这场淅沥沥哗啦啦纷纷扬的宇宙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的相拥，在一切甜蜜的疯狂的都远去的今天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拥抱在宇宙，在这场戏里你哗啦啦纷纷扬的宇宙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的相拥，在一起甜蜜的疯狂的都远去的今天，谢武学哥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拥抱在宇宙。 OK，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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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感谢易阳家的家人们的祝福啊，然后呢谢谢祝易阳一路长虹啊，花姐也是一路长虹，然后不多打扰了，没事姐常连，好吧，好，拜拜易阳，嗯，拜拜拜拜，嗯，拜拜。豆芽你不过去整点啊，过去整点啊，懂点事啊，人家这么大的腕是不是能给你排面，要过去懂点事啊，对，过去给他刷个火箭啥的啊，刷个飞机呀，啊，也可以啊，刷了是吧，过去了，对，过去就行啊，对，豆芽咱们家豆芽，你们豆芽上来啊，我鹏哥你连一下豆芽吧，连一下豆芽，给豆芽点点关注，因为好久没有给豆芽点关注了，然后你们给豆芽点点关注啊，我连一下他啊，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咱们家的豆芽，我家豆芽是福建的南平的一个小姑娘啊，然后跟着我也挺久了，然后这段时间我都没再管她，然后让她自己去成长，这段时间呢也非常努力啊，也自己呢买了一个相机，最近也在尝试着户外直播，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家豆芽点点关注，她是一个舞蹈主播，然后呢嘴巴可能有点笨，但是啊，挺努力的啊，挺努力的，唱歌是真不好听，但是长得挺好啊，长得挺好，大家喜欢的给我们家小豆芽右下角点点关注啊，给我们家的豆芽点点关注，在右下角啊，右下角，你能不能拿一个话筒，谢谢大家，干嘛的，这还要教吗，来家这么没给豆芽点关注的右下角给豆芽点点关注，对，舞蹈主播，你本来是多少，五万一是吧，家人们给我们家豆芽点一下关，点到五万啊，然后让我们家豆芽给你们唱一首爱的迷魂汤，可不可以，好不好，要不要听，他现在是五万一啊，家人们尽量的给破个五万啊，我这边看不到还差多少啊，我这边还看不到差多少，看一下能不能点到一千啊，能不能点到一千，点过了家人们扣个一字啊，点过了扣个一字，可能有很多的通粉啊，可能有很多的通粉，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五万二，五万二了，这么快五万二了，再点一点啊，家人们再点一点，来给我们家的小豆芽点点关注，谢谢，感谢，点到五，家人们一起点点，家人们一起点一点啊，一起点一点，然后让豆芽给大家来一首《爱的迷魂汤》，好不好？家人们要不要听？来，家人们没点关注的右下角给豆芽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关注，感谢家人们的关注，谢谢。我在右下角，家人们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啊！感谢我点到五万三，来，家人们往五万三上面点，给
了是吧？嗯呐，厉害，牛，升级了啊！过两年准备户外是不是？对。过两年准备去哪播呀？中山路。中山路是吧？啊。过两年准备中山路走播是吧？啊。可以吗？行。真的可以啊！你师傅在那个直播间里给你打气儿啊。好。现在有没有到五万三呢？来，家人们，差的不多了，再往上点一点。再往上点一点啊，家人们，要不要听二的迷魂汤？来，家人们，给右下角豆芽点点关注，一会儿让豆芽来给大家一首《爱的迷魂汤》，点到五万三，家人们，尽量家人们帮忙点，点到五万三，瞄准右下角，来大号小号全部拿出来，你给我点。小豆芽的舞蹈就是这，小豆芽，那个毛蛋把音乐关一下。就让他挂在这里，你去拿一个扇子过来给大家唱跳一段长城。好，家人们先让他跳个长城啊，你们觉得好，家人们给我们家小豆芽点关注啊，然后等一下再让他给大家来一首歌，来吧，一首长城啊。来一首长城送给大家。来，右下角小豆芽点点关注。家人们给点到五万三。点一点啊，五万三，差不多了，家人们再往上点一点。来，家人们还差一百多个，家人们再往上点一点，马上到五万三了。右下角小豆芽还差一百多，点到五万层，来，好不好看？来，家人们给我点。到了没有？差不多了，家人们再给我点。瞄准右下角，右下角，瞄准右下角，大号小号全部拿出来点啊！右下角的小豆芽，家人们给点到五万三，还差一百多个啊！还差一百多个，家人们瞄准右下角，疯狂的点一波关注，点了扣个一，点了扣个一。谢谢，一大长城送给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，喜欢的咱们右下角一起点点关注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。点到五万三，还差多少？还差多少？还差几十个？还差几十个了啊！家人们还差几十个，先把它点上，点上之后，真的不错啊！今天涨了两千粉丝，因为这段时间大家来了很多的新粉丝，没有给咱家豆芽点关注的，对你们天天都抠豆芽，豆芽啊，黄豆芽、绿豆芽的。今天连到他，你们就给他点两千关注啊，点两千关注，右下角，属实在我直播间能涨两千关注，真的不错呀，真的，真的很不错啊。开心的合不拢嘴了。对对对，开心的合不拢嘴了。师傅，我挺白的，我能不能是白豆芽？可以啊，你叫白豆芽、黑豆芽都可以。家人们还差二十个，家人们再往上点。五万三，来一首《爱的迷魂汤》。去那边跳，跳完了来这边唱，挂掉吧。金柳 remix， 来，我们的摄影师，来一首《爱的迷魂汤》送给大家。
感谢我阳光哥，家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豆芽啊，平时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啊，支持一下。小豆芽已经破50,000了，感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小豆芽裤子有点大啊，是我给他买的，是我给他买的裤子。多少次幻想，多少次奢望，爱就要是幻想，大姐赌一场，笨拙的手掌紧紧抓住不能放，心甘情愿跳进这张情网，天空下的伤是不是啊，娃娃音啊，但是有点跑调，就是跑调的豆芽，跑调的小豆芽。天空下的我家，我家豆芽在。谁能陪我喝一杯到天？鹏哥把让豆芽进来。鹏哥，就连伤心也是你给的吧。好多人说抬走，不能抬走呀，这个我家大宝贝呀。小豆芽在榜六啊，在榜六啊，你们给我家豆芽点点关注啊，别唱了，他属实是一个跳舞主播，唱歌属实为难他了啊。然后他普通话都不标准，你可以说那个什么冷冰冷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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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他说话不标准啊，他因为有福建的口音啊，进步很大了啊，家人们很不错了，真的，这个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小豆芽是我大排档捡来的，本来是厦门，我跟你说，我徒弟的有来的有走的，家人们说心里话啊，有来有走的，这个大家也都知道，努力的人他都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坚持的人他都有机会能。就是说不说多好吧，不说能起来吧，对吧？所以说坚持的要比不坚持的要强很多，所以说呢我的徒弟呢，我团队呢有来有走的，对吧？这都是缘分啊，这都是缘分。所以说呢我家豆芽呢，他来的时候他说他是在大排档演唱过歌，然后他也做过指甲，也做过睫毛，然后
他说要去找班上，让我给他找班上，因为他刚从福建过来，然后他跟小杰他们处得挺好，然后在大排档我认识了他，然后他叫我我说刚好那时候 我还没准备收徒弟呢，然后他说师傅那个我想跟你直播，你给我3000块钱一个月就可以，我说你别说3000了，我给你5000，你就跟着我吧，当我的助理。本来是不带他，本来是不带他去直播的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收徒弟，我就跟毛大脸嘛，大家也都知道啊，我就跟毛大脸，我说我身边再带一个小姑娘，然后我出去的时候毛蛋要有事儿，毛蛋在家里，然后我就带着小豆芽出去跟我演出，然后后来我收徒弟了，然后他就挺喜欢这个的，后来现在小豆芽一个月啊挣不多吧，20多个，真的20多个，所以说呢这就是他努力，这就是他坚持啊，真的20多个呀，家人们，3000块钱变成20多个，所以说呢努力的人知道吧，他就是他一天播2场很努力，他大摆档也播，他家里也播，他也走播，然后他最近又配了一个自己的，就是把最近赚来的钱都拿去投资他的相机了，然后最近呢准备去做户外，真的我觉得很用心，这样的女孩子呀，这样的徒弟啊，我能多收几个我特别开心，真的，包括小丫呀，包括其他几个徒弟啊，也有努力的也有不努力的，大家都明眼都能看出来啊，就努力的你们就多支持一下，不努力的就不要管他啊，真的，我喜欢努力的人，我喜欢上进的人，家人们你们也能看出来我是一个非常有冲劲的人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战自己的人，真的，我从上海回来我演出我一夜没睡，我直接我待在办公室里面我睡了2个小时，我连家都没回，但是我今天晚上我还是坚持的把这个直播做完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好久都没直播了，我不能让大家都找不到我，对不对，所以说呢我今天我就坚持了3个小时嘛，我怎么我哪怕我就唱不动了，大家能看到我也好，对不对，是不是，我今天在直播间唱歌了呀，我也涨粉了呀，我家豆芽也涨几千粉丝呀，我就开心，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结果，对不对，所以说呢我喜欢努力的人，子明也可以，对，子明是我最喜欢的，团队里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主播，我觉得子明的风格跟我们直播间里所有的人的风格都不一样，因为子明是一个脱口秀的主播，子明是一个你们给你们的感觉他在我直播间里放不开，他是一个你们感觉很油的人，不是，因为他就这种风格知道吧，子明是一个线下都没有话都不怎么说话的一个小男孩，非常阳光非常阳光知道吧，大家也知道子明来到我这个团队不久，对，然后呢慢慢来，一步一步来，相信大家努力了坚持了抱团了都会越来越好知道吧，如果就是徒弟啊一个人一条心，那谁都搞不好对吧，如果你凝成一股团一股劲往前走，这个团队会越来越好，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差对吧，我们每个人要去都去懒散都去事多，那么搞不好知道吧，绝对搞不好这吧，你们记住，只要有一个徒弟不好的，我跟你说其他徒弟都能被带偏知道吧，所以说呢我喜欢努力的人，我也喜欢事少的人，我就教他们不管咱们做的怎么样一定不要飘知道吧，这是我教我家小豆芽的，师傅小豆芽会经常问我师傅我飘了没有，给大家感觉飘了没有，没有知道吧，飘了你就完蛋了，你就石沉大海了，你再也起不来了，因为你真的把我给伤了我就不会管你了知道吧，你还走不了哼，对不对家人们，越来越好会越来越好的啊，宝丽金很努力，宝丽金对，宝丽金跟小丫都已经出道了，宝丽金跟小丫根本都不用我管了知道吧，不用我管了，只要他们能把人气做起来约谁打 PK， 没有大哥我可以帮他找大哥，没有毛病，我这个师傅做的全网只有唯一一个花姐的师傅在给徒弟刷礼物，就是我，只有我
才让大家认识了花姐的所有的徒弟。虽然我的徒弟不多，虽然我的徒弟来来回回走走的停停的都有啊，每个团队都有，但是每个徒弟我都用心带，这就是我，知道吧？这就是我。上海安亭回、上海安亭的演出我已经演完了，下一场是安徽，下一场是安徽，还有贵州的六盘水，还有郑州啊，郑州都有啊。到时候你们都来啊，都来。子明跟我唱一首歌吧，我跟子明唱一首歌啊。你们让子明多露露脸，大家要多接受接受啊，因为子明是一个脱口秀主播，你们看他直播你们根本都不想走，我跟你们说了，没有开玩笑，如果我不直播的话我一定是他的大姐。真的不行，你得直播，你得直播。真的，子明很帅啊，子明非常帅啊，而且看他直播根本都不想走，真的，我特别喜欢子明啊。然后子明给大家喊一首麦吧，喊个麦啊、嗯、喊个麦吧，行，好不好？这麦也是你调的，对不对？今天累不累啊？不累不累啊，不累。家们你们搜索一下咱们子明啊，子明在，我看一下在帮几、有点靠后、靠后是吧、子明咱赚不到钱，靠后就靠后吧，好像在前面啊，在前面上找不到你，哎，掉了掉了，可能你再进来一下吧，我看一下、再进来一下啊。子明会唱歌会跳舞，然后还会喊麦啊，还会喊麦，给你们来一段才艺，你们听一下，喜欢咱就找一下啊。在十六，在榜十六，来喊麦进来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对，喜欢的咱就点一下啊。子明挺搞笑的，真的，他在我直播间放不开。一首进来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喜欢哦。通天修为天塌地下把紫金锤子电，这玄真火焰九天玄将把惊天变，乌云把这石城砸成呼啸烟雨顿，多情自古了空余恨，我手持了半月身，说天地轮邪气轮山河崩，大仙恶手何杀仙，是否的修成魔解除交血魔定，太极拔过了星空万物星下的病中心，踏进到百万群中，百万群中灭小仙，九风八卦尽在了我手，万恶计满山河土，三魂七魄生死大权由我掌握了，妖魔吼今日虎符在我手，杀伐尽在猛虎口，要不要说如出狗，笑看红尘人世间，毕生修炼未成仙，二郎巨物这苍天，我的神通盖世书里间，孤城明咒这天地，情举为你而立，我心不义必自毙，我的此生只为这种业，谢谢。怎么样，非常优秀啊，非常优秀。子明那个一压嗓啊就特别帅啊，特别帅，小把戏小把戏。家们点点关注，给咱们的姊妹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对，你们那个关注一下，你天天几点钟直播？本来呢，师傅你要是不播的话，我基本上是九点。九点啊、你这播完我回去大概就是十点那样。回去吧。十点啊，回去吧。你要走了？回去直播，回去直播吧。啊，回去直播吧。哦、那我走了是吧、啊？去吧，在榜十六啊，家人们。兄弟们，我走了 啊。他让他回去直播吧，啊，让他回去直播吧。然后我们的子明你们搜索一下啊，非常优秀，你们看他直播能笑死啊。苏珊胡小丫推荐啊，小丫已经出道了啊，咱们的宝丽金也出道了啊，接下来啊就咱们家来小豆芽呀，苏珊呀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没破万，破万慢慢破吧啊，慢慢破，一步一个脚印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连过来，我在唱歌。花姐，你咋没有户外啊？最近我看你户外是十万加了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这里我不但户外，我平时也有演出，因为商演嘛。然后我最近挺、对对，有时候没有时间。对对对对。这段时间有准备安徽商演，你要不要过来玩呀、我嘛，今天不行，我很尴尬，我感觉好像在蹭流量一样。那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到时候一起播呗，一起玩呗。我感觉有点尴尬。不要尴尬，姐姐，下次我打 PK 把你打过来。啊，可以，这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的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可以吗？下次我把佳佳打到安徽去，你们觉得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应该是可以。
对，然后佳佳唱歌也非常好听啊。然后我们打一把才艺局呗。可以啊，打一把才艺局，看你要加不加什么奖励啊。就才艺局就行。好，可以。那我们小玩一把啊。行行。续一下麦吧的。好，佳佳唱歌非常好听啊，非常好听。来，我们闭麦先。谢谢。一会儿见。再来一句啊。好，那我闭麦了，花姐。啊，好。他有电商是吧？我也没有电商，我为什么没有电商呢？加班是因为我不想去，我只想给大家送福利，我不想去去到别的地方找一个电商，你来帮我上票，我去帮你卖货，我不想这样子，因为我想自己玩得开心一点，我不想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，就是你给我钱我就要帮你做事，我做不好的话我就会有压力，所以说我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人，知道吧？我要么不做，我做就要把它做好。所以说呢，他如果我有电商的话，你给我包场啊，我的号加上花姐，100万、120万、150万，应该都有人去找我带这个专场，但是我不愿意去做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自己稳稳的、慢慢的找一些花大队适合的东西。家人们，你们也看到了，上次我也给大家送福利了，对吧？因为你们在支持我的同时，我也要回报大家，对吧？我也想尝试一下我能不能去做这个带货，所以说大家都比较支持啊。从上次送完福利之后，大家都说给我发私信，花姐什么时候再送一场福利。对，好，我的群里面好多人都在说，知道吧？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支持我的，所以说呢，我还是要做自己的一份事业，去找一些护花大队适合的东西啊，我不能说盲目的去找电商，让自己赚得开心了，不管粉丝的死活了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不把钱看得很重，真的，我不把钱看得很重，大家也都知道，我没有金牌，我在哪个平台我都可以播，知道吧？我也不靠直播啊，我是一个音乐人，我是靠版权的，我是做歌的，所以说呢，我歌火了比什么都好，因为我是一个音乐人，我是一个原创歌手，所以说呢直播对我来说呢是我的副业，我能每天呢坚持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逗逗乐呀，每天让大家跟我一起开开心就好，其实我不播也可以的，其实我不播也可以的，但是我不能我粉丝有1500万的，但是我不能不管他们，对吧？我偶尔也要上来唱唱歌，现场的给大家开心一下，户外坐一坐，是吧？是不是？谢谢宇宙哥，让更多的人见到我啊，让更多的人见到我，我会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啊，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，我会把我的原创歌曲啊，让它发扬下去，好不好？对对，我给自己多写几首歌啊。好白，小好，我们的好白，我们的面光太白，就看起来眼睛会看久了不舒服，我们要看起来暖一点，人美歌亮，谢谢大家啊，谢我宇哲哥啊，感谢宇哲哥，我唱一首红唇，家们你们看有票就上，没有票打工族的上班族的咱不上啊，给花点个关注亮个灯牌就可以了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对对，上班族的打工族的不要上啊，我给你们唱一首红唇。家们给花点点赞哈，你们觉得我很实在是吧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认可我，爱我。你用思念涂成一抹红，让我跌进胭脂色的梦。心就有多
怕这样突然的重逢，风把回忆摇落一地后，我已不再为谁而心动。烟花春雨都藏在心中，那是一生不能说的痛。我们从此山水不相逢。今天这个麦有没有比以前的好一点，姐？红花大队有没有比以前的麦好一点？那我这边唱起来会省劲很多，会省力气。有没有好一点麦？家人们上一上嗓票。风把回忆摇落一地后，我已不再为谁而心动。烟花春雨都藏在心中，那是一生不能说的痛。就像秋月里最后这场短暂的相逢，就像记忆里最后的红枫，层层叠叠染红了天空。红尘相送胭脂笑容，我们从此山水不相逢。好一首红尘送给大家，好很多。对对对，我也能听出来。豆芽给你师傅倒杯热水，嗓子好痛。好好听很多哈，但我这边听起来也舒服。但是我可以加感情了，以前的那个麦我加不了感情，加感情那就把我拽跑掉了。咋半死不活的？我有半死不活的调调在里面吗？因为花姐的调调就是这样半死不活的，唱出了寡妇对光棍的心声。家人们一起帮忙上一上闪票，对面雪条院连上来了，一起帮忙众筹有闪票的一起上一上闪票。没在调上，以前没在调上，现在应该在调上啊。家们给花点点赞啊，给花点点赞啊。现在飘品的是我姐还是花的心？花的心啊。我说的实话啊，花姐我跟你说，花姐唱歌那是真扎心啊。我跟你说，你们有没有被花姐的歌唱过哭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被花姐的歌感染到在唱自己然后家人们众筹一下闪票，哭了有没有？家人们血条拉黑醉女，说实话有没有被我唱哭过？大不了家人们还有最后20秒，家人们一起帮忙，都没票，都没有票，家人们手过打3票，
如果每个人给花众筹一个墨镜的话，这把 PK 就赢了。加盟一起众筹一下，哎，对面上票了，家人们，对面已经上票了，一起守塔。给你花众筹一个墨镜，对面上票了，墨镜大队走一波。感谢感谢，妈妈守一波塔。感谢我远方哥守塔，感谢我祝，谢我四哥，谢我四哥，谢我四哥。加盟守塔守塔，谢我宇航哥。感谢，这不赢了吗？这一不小心咱就又赢，是不是？一不小心咱就赢了。感谢我四哥啊，谢我四哥，谢我四哥，感谢我远方哥。呀，我四哥不来了吗？这不我四哥吗？这不我大排档唱歌的四哥吗？感谢我四哥，谢我四哥，谢我四哥。我四哥，你现在还在开大排档吗？还在大排档吗？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。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给你们唱一首歌，你们听一下啊。开麦，开麦，给我远方哥点一下关注啊！给我远方哥点一下。今天、哎，拉了。真的拉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看小小玩嘛、大家都不愿意上票嘛，正常啊。没有没有，那 我就唱一个，唱歌我的，唱一首我的歌。好，你们那边的音响能稍微关一下，要不我这有回声。啊、哦，我不讲话了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弄。我好，那我来一首花姐的。此情在心间送给大家。一首此情在心间送给大家。爱从那一天起种在了我心底，最好的时光里刻下最美的痕迹，躲过流言蜚语，走走坎坷的风雨，这份情变成回忆。短短一声叹之间，谁也不必说抱歉，付出一切只换来一次擦肩，尝尽冷暖聚散，看淡所有的遗憾，此情一直在我心间。好听，加盟某区对面送上一波祝福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我唱的不是很好，好听，非常好听。加盟给佳佳点点关注啊，佳佳点点关注。谢谢。我不看你也在户外吗？啊，对。啊，然后其实我觉得花姐你户外挺好的。对对对，我最近带团队都在户外，然后这几天就准备到我们安徽老家，然后播个半个月吧，到时候看有没有机会过来玩一玩呗。可以呀。到时候过来玩哈、我们私底下等一下发个加一个啊。好，我懂。好行，加盟给佳佳了，花姐、给佳佳点点关注哈。谢谢，咱们也是谢谢，谢谢。拜拜拜拜，佳佳花姐，拜拜。我给大家唱一首啊，感谢我宇哲哥，来，我给我宇哲哥他们，我四哥他们唱一首《一半醉了，一半爱了》。小花。我唱一个一半，欢迎我江哥，江哥，好久不见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给我的赞赞点到500万，赞赞赞赞，冲冲赞！熙熙攘攘着命运的道场，谁曾燃起希望，烧一片空旷，多少心。是最迷茫，就怪那酒杯太浅，进不了来日方长，巷子太短，走不到白发苍苍，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不是年少不疯狂，只是岁月太荒
有几个种，你要推推，要不然不是站在那不动，知道吧？啊，推，画面不好，不好，不太好，送一下拉回去就可以。熙熙攘攘着命运的道场，谁曾燃起希望，烧一片空旷。多少心的滚烫，开不出花香。有梦的人，也许最迷茫。就怪那酒杯太浅，进不了来日方长。巷子太短，走不到白发苍苍。这一生。大家的点赞，感谢你们。对，我们推一下就好，推一下就好啊！因为大家我们还在磨合期啊，我们还在磨合期。所以说很多东西不太专业啊，很多东西都不再专业，然后我们也会不断的改进，因为大家都是员工也都挺辛苦，但是我希望每个人都用用心吧，不然的话人家都觉得花姐团队越来越拉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还得开会，我们去哪里做的不好我们就改进哪里，好不好？然后大家也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毕竟我们不是太专业，好不好？然后很多人都说给我发私信，花姐的团队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了，都在努力了啊，因为确实没有做过直播，就像刚刚菲尔说的那样子，户外我们没有研究过，所以说我们真的不懂啊，没有啊，唐毅啊，还有那个木森呀，他们团业专业，毕竟人家都做了这么久了，对吧？毕竟人家都做了这么久了，然后我们呢，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太专业，包括我们跟镜头的互动啊，都不太搞不明白，所以说呢。有时候你喜欢这个镜头，他喜欢那个镜头，所以说呢，每个人的视觉不一样，大家也都给我们一些时间嘛，多多给我们一些时间，毕竟我们也是第一次做户外嘛，然后磨合一段时间，相信都会越来越好吧。啊，感谢我四哥啊，谢我四哥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吧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看一下我们的团队，子明有在播吗？我想给子明破个10000的粉丝。谢我四哥，谢我四哥，花姐，我可以娶你吗？轮不到你，我心里有人了。好好工作不比什么都强，还要搞对象，单身多好。我们团队的都没开播，都没开播。你开播的时候，他们不能开。哦。不是不是，我让子明回去直播，他应该还要需要时间吧。哦，那行吧。木森他们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是娱乐主播加才艺主播，我们呢什么都，我挺累的吧，家人们，我又得当师傅，又得当主播，我还要学歌练歌唱歌演出，还要带徒弟，还要当老板，我还要教徒弟拍段子，我还要管理我的员工。哎呀，我现在直播间也没有大哥，我天天都在亏本，我连电费马上都挣不起了，我还要搞户外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一场户外我就搭个几十个，我还得给粉丝送福利。我这个老板当的太难了，真的，我这个。
我下辈子不要做女人了，我一定要做个男人。又是老师，又是同学，对，我又要做老师，又要做学生，员工又是老板。对，然后我呀，我其实我这个人怎么说呢？我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，我是一个就真的特别辛苦，大家也都能看出来，也能感受得到啊，都能感受得到。其实我有时候直播，我几天不直播，我就觉得我真的，我哪怕我累的时候，我真的能不能让我生一场大病，让我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，我都是这样在想。但是在我不生病的时候，我都是做不到呀，我都是上线吧，上线吧，我休息了，我徒弟怎么办，对吧？所以说挺难的啊。谢我董哥啊，感谢我董哥，唱首感恩的歌吧，送给大家，我就下播了。来，我们家的小师妹跟我一起唱，无情的街，孤单的夜，这首歌豆芽唱的好听。那个最后我来教一下我的摄影师啊，就是推一下，就是有那种律动就好，把我们拍狂浪的时候那种拿出来就可以。谢谢我阿四哥，阿四哥能不能给花来个华子，这么大的老板。午夜的你好，熟悉的歌声伴着无情的风涌动，流浪的足迹，甜蜜的回忆，我们的爱已是过去。无情的街，孤单的夜，想念的人在天边，只有这颗受伤的心却走不出失意的圈。寒风伴着孤独的夜，多少往事又浮现，谁来指引苍白的梦，点亮心中的盏灯。好听吗？受伤的心却走不出失意的圈，寒风伴着孤独的夜，多少往事又浮现，谁来指引苍白的梦，点亮心中的盏灯。无心的街，孤单的夜，想念的人在天边，一起唱。只有这个受伤的心却走不出失意的圈，寒风伴着孤独的夜，多少往事又浮现，谁来指引苍白的梦，点亮心中那盏灯。谁来指引苍白的梦，点亮心中那盏灯。谢谢旁边哪位小姑娘，是我的徒弟啊，小豆芽。Hello， 对，你们都搜索一下，晚上不播了吧？不，在十一楼播吗？可以，几点钟播？你试不下来，我就拿下去。嗯，行。行，那个家人们，你们搜索一下小豆芽吧，一会儿指名小豆芽一起播，然后我就下播了啊，感谢大家陪花到底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我们明天见哦。啊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拜拜，晚安。Bye. 谢我宇宙，哎，毛蛋等一下，我们卸个榜，谢谢
谢谢我远方哥，谢谢我宇宙哥，感谢我四哥，谢谢我四哥，还有阳光下的男孩，谢谢我姐，谢谢我平淡哥，感谢我谢货哥，谢谢我们护花大队的每一位啊，然后来的走的，然后感谢我挺哥呀，我大队长呀，还有我杰哥呀，啊，苏珊开播了，苏珊上次惩罚他几天，因为让他长个记性啊，看他的表现什么时候连他，大家我自己心里有数，好不好？我心里有数，行不行？然后你们喜欢的可以过去支持一下啊。对，感谢我董哥啊，谢谢我大帅大哥。然后我走了啊，你们去看我的徒弟啊，然后也可以自由活动，大家也明天还要上班，早点休息啊。感谢你们，拜拜，晚安。